The Avalokiteshvara Holy Temple invited senior monks from Kyuan Temple to consecrate the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in the temple. 灵隐圣寺诚邀开元寺高僧为该寺佛菩萨开光。 祈求佛菩萨保佑，祭顺是灵隐圣寺，于10月19号，诚邀中国福建泉州开元寺9位高僧前往该寺，为23楼3世尊佛与观音菩萨、诸圣尊主持开光连夜仪式，然后为众善信作进消灾、折运、延寿和奉寒口等法会。是日全日均有活动。 该寺备有敬献花果酒礼、研碗果盒等，为各方善信祈求保佑四季平安、营业发达、身体健康，然后参拜。当天上午为圣坛普经落成并举行开光庆典，下午举行消灾法会和咽口法事。当天中午及晚上还特地请来自家乡几位特级厨师为大家准备素斋。非洲新闻台综合报道。